单身真的有单身的好。欸、我还有结婚了，有小孩，对，有小孩真的是不一样。因为你先问你可以抱孩子啊，先抱动了啦，然后你瘦了，知道有抱过吗？对不对？怎么说？那先借你抱。展示你的部分，两个人的尺度蛮大。我也觉得，我也蛮意外，原来展哥的尺度这么大。我觉得我是那个更年期到了。他分享的比较多，现在当爸爸又有孩子，所以有很多爸爸经。对，我就听他讲。那你会心动吗？当然会啊。那你什么时候要当爸爸？我不知道。That's a good question。先不知道。对，真的。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很好玩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后悔啊！他在国流常常会有这话题跑出来，他就准备要去跪算盘，每一集都会有这个很好笑的画面跑出来，每一集都要跪算盘，好累哦，他是挖洞给自己跳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展哥现在单身，单身真的有单身的好。我还有结婚了，有小孩，对，有小孩真的是不一样，就是结婚是一回事，有家庭有小孩又是另外一回事，是。因为你先问你可以抱孩子啊，先抱动了啦，然后瘦了，知道有抱过吗？对不对？怎么说？那就借你抱。展示你的部分，两个人的尺度蛮大的。我也觉得，我也蛮意外，原来展哥的尺度这么大。我觉得我是那个更年期到了，就是以前我记得以前，因为我跟爸爸第一次合作的时候，就在主持大家走天下，然后呢第一集我记得就是蓝宇的下船集，我去穿丁字裤。然后那个时候的我跟现在我去回想一下，我头要穿丁字裤，可是这次我的感觉跟当时二十几岁的我真的差好多，那时候超冰的，超有偶包的，超有包袱的，超害羞的，就想很多很多，这次是来吧，赶快吧，快点拍，我要体验一下这个战士舞的真正的感觉，然后其实就没有任何的违和感。那想一想，这样算起来已经单身一场了，我没有算。在七七再继续参加去吗？有吗？那也很是僵吗？上一段对，就没在七八年，就都没有了。没有遇到让你心动的人吗？没有。我现在都在事业上，我现在有自己的电影公司。